朋友们好，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叫戴小丽，是一名对外汉语老师，已获得普通话一级甲等资格证书。在十多年的教学生涯当中，我很喜欢根据每一位孩子的自身的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扬长避短，根据每一位学生的不同特点进行分析、沟通和交流，调动孩子的学习的积极性，增强孩子的自信心，培养孩子们学习中文的兴趣。在日常的教学课程当中，每一堂课我都会把所需要掌握的课堂的知识和日常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通过生动有趣的游戏互动等多种教学模式，使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当中很快地掌握好所需要掌握的知识。课堂上我们还会增加一些跨领域跨学科的讨论，还将会穿插一些游戏法、戏剧法的教学模式。我很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和我沟通和交流，我在这里等着大家。